我已经把好了埋伏，只要他肯来，我保证万无一失。 记住，别让夫人出后院，就让她专心的看戏。弟子明白。 桂农，刀还回去了吗？放心，我已经派人连夜把他送回去了。来，我们专心看戏。刘如风来了。 适合看一出戏，像一出父女重逢的好戏。哎。 我控制不住我的手劲儿。哎呀，苗大侠，苗大侠，你可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你杀死了我的孩子？今天你的孩子竟然在我的手里，那么他是生还是死？ 就看你的了，跪下！哦，武林第一高手苗人凤，膝下有黄金，不跪好，那就别跪，不跪。 伤其后发，我必诛你们的。
可能。老爷呢？回夫人，老爷他……哦，老爷回来了。归农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有个惊喜要给你。老爷，夫人。若兰，兰儿，归农，我跟你说过什么啊？答应你的事就一定会做到。你跟兰儿好好亲近亲近啊。戏团那边呢，我还是得去一下，否则我们两个都不在，怕失礼。兰儿，有没有想娘啊？醒了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个眼神。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连个屁都不如？无所谓。原来你也不是无所不能、刀枪不入啊！你也有你的死穴，为了孩子不顾一切。说实话，我也挺感动的，但可惜呀，以后我才是孩子唯一的爹。